这个教授又不喜欢中国学生，那个教授又不喜欢中国学生，真的是给他惯的。花了钱咱就要得到回报，你们这帮人就是服务于我们的，你们这帮人就是服务于我们的。不仅仅话一段嘅影片咧，咁亦都引嚟咗唔少嘅网民就留言批评，读书读到大学，将老师当成服务生。大家依家终于知道点解外国人或多或少都咁憎中国人啦。都吓大个噶，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咁在近日喺网络上边就流传出一段影片，咁就系有一位嚟马来西亚留学嘅中国学生咧，咁就拍片去批评呢一度嘅留学情况。咁当中佢所讲嘅嗰啲言论咧，哇，就真系吓咗我一跳啊！真的，我觉得大家去马来西亚留学就没有必要崇洋媚外了，对。你要知道在马来西亚，咱中国学生属于大客户，你哄着他干嘛？天天啊，这个教授又不喜欢中国学生，那个教授又不喜欢中国学生，真的是给他惯的。留学不管在任何国家，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投资行为，花了钱咱就要得到回报。你们这帮人就是服务于我们的，你们这帮人就是服务于我们的。咁啊，正正话一段嘅影片咧，咁亦都引嚟咗唔少嘅网民就留言批评，读书读到大学，将老师当成服务生，喂，其实好难怪外国人点解咁唔中意中国人噶、哦？原来中国人出去留学系会将老师当成服务生噶。大家依家终于知道点解外国人或多或少都咁憎中国人啦。咁亦都为一位中国留学生嘅一番言论，咁就引起咗我嘅好奇，就想了解一下，即究竟佢又系啲咩人嚟嘅咧？点解会有咁大口气讲得出一番咁嘅说话嘅咧？喂，咁但系唔睇由自可，一睇就果然俾我发现，咁原来佢啊就系马来西亚毕业生，大马留学四年全程规划，前职工科技公司中国区嘅 CMO， 留学公司市场部嘅 head， 同埋就系风险投资嘅合伙人嚟噶。哇，大佬唔系犀利成咁样系嘛？好彩同样作为马来西亚留学嘅我咧，亦一啲都唔输蚀。嗱，实不相瞒，其实小弟我正正就系马来西亚嘅研究生，大马留学两年全程规划，亚太区信息传播自媒体营运 CEO， 前香港著名国际航空公司 FA 猫咪行为顾问及护理专家，猫咪营养师，同埋就系动物全心师。我是香港最受欢迎男歌手啊，好玩多啦，嚟得未啊？黐线嘅，我真系我想问咧，其实系咪真系你哋中国人系咁中意打一啲咁嘅咸头嘅咧？我发现真系有好多嘅中国学生咧，唔知点解佢哋写 CV 啊，又或者系打佢哋嘅 profile 嘅时候，硬系打埋晒一大堆九唔搭八又硬系好 pro 嘅嗰一啲咁嘅职业嘅喎，做乜嘢啫？即系你想令到人哋觉得你好劲咁样啊？咁近来放嘅就系你一堆所谓嘅工作经验，究竟系咪真都成问题啦？即就正如嗰个咩前植谷科技公司中国区嘅 CMO 咁样，喂大佬啊，我上网系咁揾都揾唔到乜嘢系植谷科技公司中国区、啊。喂，你唔系以为喺植谷嗰度求其插支中国国旗，跟住就话呢一个系中国区系嘛？咁同埋得罪啲咁讲句啊，即如果你系能够做到呢一个植谷科技公司啊嘅嗰个咩 CMO 嘅话，咁你就唔使嚟马来西亚一度留学啦，咁家产。咁好啦，咁由于一位中国小粉红实在太有趣啦，咁所以有见及此咧，今日就打算同大家分享一下佢一段嘅影片，就等我话俾大家听，究竟佢又点样批评马来西亚嘅留学情况啦。你们这帮人就是服务于我们的。一般服务员点菜的时候，你干嘛？清晰的表达诉求、要求、愿望。我点什么菜？你什么时候给我上？上课我听不懂，作业不会做。你就明确的告诉你的教授，老师我听不懂，你来帮我解决解决。在国外或者说在马来西亚，整体教授的感觉是，你听不懂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有咩问题？冇啊。咁首先就想回应一下，你将嗰啲老师就比喻成为服务员一种嘅讲法。的确，即教育咧都系服务业嘅一种嚟嘅。即如果你从广义嘅角度去讲嘅话咧，咁某程度上都错唔晒嘅。咁但系如果你系从狭义嘅角度去讲嘅话咧，嗱就真系完全讲唔通啦。咁因为老师其实佢唔单止系提供服务，仲要系传授知识，去激发啲学生嘅思考。咁而且老师亦都系可以对一个嘅学生构成长远嘅影响，甚至乎系成个社会嘅发展添噶。咁所以即由你咁简单咁求其将一位老师比喻成为服务员一点啊，我就知道你系天才嚟噶啦。咁仲读咩大学啫？翻屋企大便咪算咯。吓、啊，即系咩啊？屙屎啊！读大学。谂到你一方面啦，咁想回应埋你所讲嘅听唔明 professor 教书，所以就系 professor 问题一点。嗱，我觉得咧系视乎情况而定噶。咁如果一个 professor 教书嘅时候，全班系有大部分嘅人都听唔明嘅话咧，嗱咁好有可能就系嗰位 professor 嘅教学，又或者系佢表达能力出现咗一啲问题。咁但系如果全班就只系得你一个听唔明嘅话咧，喂老豆豆摆到明系你自己有问题啦，天才。咁更何况如果真系用
翻你依一个嘅 high logic 啊，即系老师系等同于服务员嘅话咧，嗱，我真系好想反问你啦。咁你又几时见过服务员系会喂埋客人食嘢先？讲真，喂，佢哋通常都只系负责落单同埋送餐啫嘛，唔通会喂埋落你把口嗰一度咩？咁同样道理啦，咁老师嘅职责喂就只系传授知识同埋激发学生思考，而你作为学生，喂有名俾你叫啦，学生学生啊嘛，咁你梗系负责学嘢噶啦。咁如果你乜茶都唔自己学，事事都要摊大双手饭来张口嘅话咧，喂你一啲就唔系叫学生，而系畜生啊扑街！第二点，他既然是服务员，那你就得给他安排他要做什么。你的服务员你要干嘛干嘛，你比如说小组作业，第一时间你就把任务分好，你告诉他，哎，今儿你做这个，明儿你做那个，你们仨攒一块儿，我做什么东西，然后完了之后你每天是不是得给我汇报进度，你今天没给我汇报，你马上写邮件给老师，截图那些全部保存好，老师我尽力了啊，您给我配这服务员不够格，我要是换一个，换不了的话我给你差评。大佬，我真系即系 good project 你都要人搞，你唔赖系嘛？我哋确定你真系读紧大学啊？阿大学生咁，只不过唔系讲笑啊，好似一种咁嘅中国留学生咧，我以前就真系遇过唔少噶。讲起火都嚟添啊！咁我仲好记得细佬，我以前喺香港读书嘅时候，每当我同一啲中国留学生做 group project 啦，佢哋嘅嗰个态度系几乎同一位傻鸠系一模一样噶。就例如，当你同佢哋去讨论一个嘅 topic 去做嘅时候，大部分嘅情况都系会咁噶。哎，我刚刚在网上找了一些东西，你们看看有没有用，我们之后可以讨论一下。啊，其实现在要干嘛了？我们是做哪一个 topic？要怎样做？屌你个老母，你系咪冇听书噶 ？Professor 咪定咗一个嘅 topic 咯，你系聋，你又出声，唔好喺度读书啦，扑街！刚刚呢，那个 Professor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要做这个 topic， 现在可以在网上找一些参考资料看一下，之后我们再讨论好吗？那我要找什么资料啊？在哪里找啊？找完之后要怎样写啦？扑你个街啊！你系咪过嚟读书噶？喂，真系如果香港杀人唔犯法嘅话，第一个劈捻死你啊！你可以到 Google Scholar 那边，你打一些关键词就可以找到的啦。OK. Three weeks later, many months later. So much later that the old narrator got tired of waiting, and they had to hire a new one. 你把嘢喺我喉咙度拖落去啊！唔需要猶豫噶啦。老实讲句，即有时我会觉得某程度上啊，都系中国教育制度嘅问题，因为佢哋以往所接受嘅教育系教佢一加一系等于二，而唔系教佢一加一点解会等于二啊？咁如果你问我点解要设计成咁样咧，咁其实好简单啫嘛，咪就系因为可以方便某一啲嘅人向一班学生洗脑，就令到佢哋个个咧都以为自己系社会主义嘅接班人咯。咁所以当一班长期受中国教育影响底下的中国学生啊，走到出去读书的时候，咪个个好像变到成个傻鸠咁样，吓乜都唔识，乜都要问，又话呢个冇人教，咁然后就戆鸠鸠咁样企咗喺度，乜茶都唔晓做咯。第三一点，你不要觉得你花的钱还是当孙子，还有好多中国学生不会写论文，那我就去找项目的 head 了。始终我跟你讲，脸皮厚一点，你要贯穿一个点是什么呢？爷不来，你们这儿没发展；爷不来，你们马来西亚没经济，所以你不会写论文，理直气壮的去找他。你说我不会写，我们国家的学校反正没教我怎么写，我也没接受过你们国家的教育，但是我过来，我给你送钱来了，而且我写好了，咱都一块能毕业，我愿意学，反正你愿不愿意教？我讲90%的人都愿意教你，而且手把手非常细化的 reference 怎么写 ，citation 怎么写 ，APA 格式是什么 ，Harvard 的格式是什么？全部给你讲的明明白白。嗱，呢个咧又系中国典型嘅嗰一种 high 思维嚟噶。咁但系，正如你一开始所讲，即系你话一样嘢系你嘅投资行为嚟噶嘛。咁所以本身成件事就系互惠互利噶啦，又送你老母个钱嘛。喂，咁你自己又何尝唔系想透过马来西亚嘅大学去洗底，等你可以拎张海外嘅毕业证书俾人睇啫。咁同埋根据2022年嘅数据，嗱，虽然马来西亚嘅留学生里边咧，中国嘅留学生系占最大比例嘅，系有成差唔多43%。咁但系都
都是講緊大約22,000人啫嘛，講真。咁再加上即本身馬來西亞俾嘅嗰啲學費都已經唔貴噶啦，咁我真係好想問下你班人，又點撚樣影響到馬來西亞嘅經濟咁巴閉啊？人哋淨係計賣石油都賺到笑啦，使撚靠你個一個幾毫幫佢發展經濟咩？咁近來報就係，喂，就算你真係話要送錢俾佢哋啊，咁之但係都只係送俾間學校啫，講真。咁你又唔係直接送錢俾嗰位 professor 喎，咁你又憑啲乜嘢要求人哋優待你先？咁同埋唔怕得罪啲咁講句啊，即係你依家仲用一種嘅態度要求馬來西亞嘅 professor 咁樣逐 part 逐 part 去教你，咁當然嗰啲 professor 就一定會教你噶啦。咁之但係你又知唔知點解啊？真係以為你係大爺啊？驚咗你啊？咁好啦，咁今日準咗佢先。嗱，的確。即近年亦都發現有越來越多嘅中國學生都選擇嚟馬來西亞一度讀書，而我嘅嗰間學校啊都唔例外，都係見到有一啲中國學生嘅。咁而我喺度都想再分享多少少我嘅個人觀察同埋睇法啦。咁就係啊，每當我翻學見到一啲中國學生嘅時候咧。我大部分真係你係完全感受到佢哋唔係過嚟讀書，單純就只係過嚟鳩吃喺放學嘅時候就喺周圍玩咁樣嘅。嗱，老實講句，即係我喺上課程嘅時候都已經聽到有一啲學生同埋 professor 對你哋一班中國嘅留學生有一啲微言㗎啦，又成日做 free rider 啦，乜都要問啦，甚至乎係我聽嗰個 professor 係講到話有一位中國學生係要求佢將台灣係講成 China。今天我去英语学校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说 Taiwan is a country， 还上网搜给我看。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a country。Taiwan belongs to China.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咁所以我只能够话，如果再咁样落去，即系你班人仲系用依一种嘅态度嚟马来西亚一度求学嘅话咧，过多三五七年，当有越来越多马来西亚嘅人都对你哋一班中国嘅留学生有好多偏见嘅时候，咁就唔好话人哋歧视你啦。OK。